今晚你们两个早点去吧，明天要上学了。嗯，上学。没上学。上。不开心。开心，我不开心。你怎么不开心？老师都不给我发工资啊，那没时间还不可以去上班嘞。你不去上学，老师会想你的。要我干嘛？有车又不讲道理，还跟着去？我怎么不跟着去？他怎么不讲道理了？你去吧。不去。他怎么不讲道理了？你去上学吧。你不要回来。他上班还不让我说，我清醒。我说话嘞！我说话嘞！我感觉我喜欢上学。你知道你为什么上学吗？为了跟好朋友玩。还有嘞？接下来，他意味深长的看了看我。为了离妈妈远一点。离我远一点干嘛？上学安全。